昨晚上人家开直播有3000人呢，干刘董有3000人，妈的，刘董今天要干回他不懂有多少钱人，如果人数输掉不是很好笑，对吧？我不喜欢干人那种，其实干人是很累的，就有一些他妈的不知所为人，3更半夜不睡觉，干你老母！问我社团，你妈的找刘董，刘董在古来问什么社团，玩什么社团，玩什么反清复明？我在古来罢了，矮仔，肖家峰你不爽下来找我，万百万打我，虽然有心脏病，可是打你矮仔绰绰有余，好吗？讲什么社团，肖家峰？什么反清复明？你活在200年前啊？反清复明，头脑缩了是吧？走水了是吧？社团来讲了没？啊？如果你真的不爽我，肖家峰，我就在古来罢了。我在古来罢了。下来，我们打万度万。我虽然是心脏病啊，不打你矮仔，应该是绰绰有余了。不相信你可以试一下，不要挑战什么590万，你哪条理能拿590万啊？你妈的你啊！肖家峰你有捐钱吗？你的50009捐吗？你这样要脸的人，你捐了钱，你要打你不拿出来？你不要每天在网上讲哦，什么我叫你捐钱，你捐给我吗？我再重复多一次，肖家峰你没有捐钱给我的吗？你捐钱给明年政府的吗？你为什么要捐？我呼吁 Kenny Tan 捐啊 ，Kenny Tan 也是捐啊，为什么 Kenny Tan 没拿出来讲？为什么你我呼吁你肖家峰捐钱呢、啊？你捐了之后，为什么你每天拿来讲？啊？为什么你每天拿来讲？每天讲刘董捐给刘董，捐条你呢？你捐给刘董，你捐给明年政府，为什么你会捐？因为你要出名，懂吗？你想出名，所以你捐吗？到底有捐没有捐？我现在重复再问你，到底有捐没有捐？你不要一直讲我叫你捐钱，懂吗？你捐给我吗？你有捐给我吗？你不是捐钱给我的吗？你这条不甘愿是吗？啊，你拿单出来，我跟你讲了，刘肖家峰，现在我挑战你，你拿单出来，懂吗？你拿你的 bank slip 出来，不要改哦，你改我报警抓你哦，我做一次25单，懂吗？如果你改假 slip， 我就报警抓你，懂吗？你拿单出来，51000我还给你。刘董讲了，牙齿东干啥？如果你有借5万09，51000我给回你。给多100块给你，懂吗？你不要没那590万，你有吗？590万，你要挑战刘董拿590万出来，你是不是拿1000万出来？你那拉肚实力高我2级，我是一个小小拉肚罢了，懂吗？你拉肚实力，你高我2级，你叫我拿509万，你这么你不是要拿1500万出来了？放开你石头，对吧？证明你很勇吗？你应该拿出1500万出来吗？你的行头大我2级，我只一个小小嘟嘟罢了，小小嘟嘟罢了，对吧？你拉肚实力，你叫一个拉肚拿出500万出来，你就拿出1500万出来吗？如果拿不出，静封嘴，懂吗？不要每天上网给他飙。我的直播几千人，对吧？下面人是捧我的，你不要讲我的直播人数吓你，啊吓你。恐吓你，你叫我的粉丝叫什么？禽兽粉啊！你得罪不是我了吗？你得罪我全部粉丝了吗？他妈的，你的直播3000人，2800多个人在屌你的吗？你没有看啊？你没有看那个下面啊？2800多人在屌你啊！我每一次捐钱你出来啊，我捐钱捐给冰城水灾，他妈的你出来，你做神做鬼，组织一帮人来干我，对吧？我捐钱给明年政府你也干我，现在我捐钱给黎明你又来哦。你这眼红看我捐钱，看我做好事。如果你没有捐钱进进，懂吗？没有人讲你了，没有人跟你比了，懂吗？没有办法捐，你有困难，没有人讲你嘛。我是黎明捐钱，我有呼唤你吗？我有呼唤你肖家峰吗？我连你一句肖家峰都没有讲的嘛。你看我是黎明捐了钱，你又不爽，又抢你风头了是吧？你要抢我风头不很简单？那我捐3万不了。你去捡啊！你捡9万，你的风头哪回去啊？啊！你身为一个彭恩卓拉杜实力，在网上搞风搞雨，对吧？我也是彭恩卓拉杜啊！黎明发生火灾，我去捡钱吗？对吧？我对得起老苏丹啊！老苏丹给我们这个拉杜封号，我对得起他。你对得起老苏丹吗？
你对得起王室吗？你对得起彭州王室吗？为什么黎民大火的时候你没有去捐钱呢？你躲在哪里啊？去捐钱吗？你每次讲你是拉杜斯利受封人士，你受封是哪里的人士？哪里人士受封？你是彭州王室受封给你，你是正式的拉杜斯利，那么你就应该第一个跳出来吗？你在网络讲的多少跳出来，彭州有灾难，你去捐钱，你去帮助那种灾民，你没有帮助，我去捐了回来，你又来讲多少，又多多话讲啊？什么社团啊？来讲社团了，one to one啊，one by one。我很老了，我大你十多年，我53岁，你40多岁吧，我大你十多年，还有心脏病啊。来古来找我，看我一力终死你吗？妈的，你要讲社团还反清复明，要打打吗？反清复明要打吗？要吗？反清复明要打打完的吗？来，送你一把，你有吗？干你老路了，你妈的，这样多人疯了都是你，懂吗？这样多人受疯，第一个受疯的就是你这个蠢蛋，懂吗？在网络里面已经做错事了，静静封追，懂吗？很快人家就忘记你了，你几个人记得你肖家凤？你这两个礼拜没有上网，没有人记得你啊，没有人提你啊，你又跳出来三更半夜又来讲我，还509万，你有吧？你的 cup 收大我两记，对吧？你的 cup 收大我两记，你应该拿出1500万出来，懂吗？你的 cup 收，每次你讲你是拉杜斯利吗？你是受封人士吗？你叫人家尊敬你吗？我可以叫我的网民全部尊敬你，当你神拜，懂吗？感觉我捐5万的时候，你捐15万，懂吗？我捐500，你捐1500，人家都尊敬你拉杜斯利啊，尊敬你拉杜斯利肖家峰，你是受封人士。彭州火灾的时候你跑去躲，你看我一捐钱你跑去躲。见了前十天了，哇！你现在又来了，又讲我什么？调侃你啊！你不是坐飞机见 Facebook 老板吗？有见到吗？你不要去跟 Facebook 老板投诉吗？很多网民吹嘘在那诋毁你吗？调侃你吗？买个 Facebook 啦，所害。上网不够人家玩，静静，好吧？你得罪我一个人不要紧，你不要讲我们怂恿网民去弄你，弄你什么？人家看到你就堵你了。你这边10000人了，你问？有几个有多少千个人堵你啊？网络蓝天，你不玩 Facebook， 我跟你讲，你不出现，整个网络不是蓝天，你就是网络会毒死啊，懂吗？就是你搞坏这个网络，懂吗？我们上网以前开开心心要吹水开玩笑，你一出来受封人士，你们要尊敬我，叫我拉杜斯利，叫我 DSDS， 第一条领啊 DS， 满街都是啊，这么尊敬你，你拿什么来给网民尊敬你？你为社会贡献了什么？肖家峰，你贡献了什么？你为这个社会贡献了什么东西？你是个卖梦的人，懂吗？你是个卖梦的人，懂吗？你是个自梦工厂的主席，你每天在卖梦想给年轻人，对吧？还讲我的网民是禽兽粉，你是什么粉啊？你3000个人，你直播3000个人，2800个人在下面屌你，你脸盲啊？你七年你没有看到啊？你要来挑战我啊？妈的！不要毒爆你啊！你那去哪里？你那去南宁，对吧？南宁投资已经换名字了，你跑去南宁，你又带人家去南宁，又做老千，对吧？又卖梦想给人家，我都不要踢爆你啊！你这个老千就是老千哦，你妈的你哦！挑战什么社团？不用讲社团啊！现在我杀你哥哥，挑战你，下来鼓来，100万打！我是心脏病好了。53岁啊，我都不怕挑战你啊！来啊，100万，这样都敢领啊？社团还要什么拜访社团烧金纸？你不爽啊？今晚再烧给你啊！你要几多？啊？你不拿200亿工程吗？在南宁啊，200亿工程啊！啊，共产党的主席习近平给你工程啊，200亿啊，让你回来马来西亚骗啊，带多点人气啊，带他们去南宁那边死啊！妈的，我都不要踢爆你！网络输赢很简单的，如果刘董屌输你，我输咯，我静静潜水吗？对吧？你以为我去了中国是吧？上不了 Facebook 是吧？看我拿个 bag 行李箱啊！我讲我去旅游啊！网友全部留言祝我一路顺风啊！哇，你以为我去了中国啊？不可以开直播啊！昨晚上快跳出来屌我他！没有想到我还在那边坐住他，我开个洞等你跳啊，肖家峰，懂吗？我开个洞给你跳，给个陷阱你跳，以为我不在啊？
跳中国，开不了 Facebook， 看你表演什么，你真的出来哦，昨晚上，你如果不可以回应你是吗？现在我回应你啊，我就屌你怎样？你不爽啊？不爽下来找我，你别跟我讲社团，再多一次100万打，看你打赢还是我打赢，讲多没有用，不要围殴一对一，社团，妈的反清复明，脑进水了是吗？我们参加社团不是为了反清复明的懂吗？我们参加社团是不要给他欺负，懂不懂？我们不欺负人家，我们也不给人家欺负我们，所以我们才参加社团。网友们，我讲的对吗？参加社团不是为了反清复明，你脑进水呀？你跟孔子学完了，现在参加反清复明啊？你问每个网友参加社团是为了什么？是为了不要给人家欺负，也不是为了参加社团去欺负别人，懂吗？还问我社团什么？你哪里来问我？你老几？你肖家峰排老几？问我社团是什么？丢娘星呀！玩背书玩到走火啊！啊！我害神导啊！我叫神导叫那小子出来屌啊！你讲话、啊，是我叫神导叫那小子出来吗？然后欠屌三零哥哥啊！是我叫了吗？你讲话怎么眼睛盲啊？你耳朵聋啊？你没看视频啊？什么我害他？干你老母！你妈的睁着眼睛瞎说瞎话，你小家风！是我叫吗？我叫神导叫杰森出来屌我啦，所以才搞了这么多事情啊！你妈的你讲话睁着眼睛说瞎话，妈的自己做了自己受，懂吗？没有人要去害他，自己害自己，懂不懂？我不可能叫他。叫神导又叫杰森出来屌我了吗？开直播屌我吗？对吧？妈的，你这个脑筋水的人讲话，怎么你要帮神导什么？我也没有家人家畜啊。神导发生什么事情他自己解决，懂吧？也不用你肖家峰跳出来，你凭老几你跳出来？你是谁？你在网络可以做什么？你在现实社会可以做什么？可以做什么东西？再讲多一次，你挑战我509万，你拿出1500万出来，你今天拿出我，明天就拿出509万给你，干你老母的！你有1500万，你变做老千了，我就讲你老千怎样？你是不是老千？你没有老千，为什么509你不拿出来那个单？两个月了，妈的，给个机会你台阶下了啊，你还来？我明明给个台阶你下了，你还来？还来啊？很爽啊，你玩网络玩得很爽的嘛。你要玩现实啊，来啊，干你老母，我就屌你怎样？你不爽来找我，懂吗？不要在网上吵吵了你了。500万敢打吗？老家我跟你打，你40多岁，我50多岁，跑路我气喘过你啊，试下咯，打不赢也不要紧的嘛，打就算了咯，讲多的么？你这边喊，还社团。讲多一次给你听，我们参加社团不是为了反清复明，懂吗？我们是不要给人家欺负，我们也不要欺负别人，这个才叫社团，懂吗？参加社团要去上课，你他妈的你啊！你参加社团你去上课啊？我们参加社团不用上课，贡献就可以了，懂吗？丢娘性的！老人家了吗？50多岁又做心脏手术了，你怕？来啊！我在古来罢了，来找我。什么领的法力？什么领的法力？法条领啊，法力，你都触犯了法力啊，法力！他妈的，你要什么报警？什么法力？你不是触犯了法力啊？你是4条420来了啊？你没有触犯法力，人家会告你420欺骗罪。不见得人家告我欺骗罪，丢你啊，姓你哦！给台阶你下，你不要下，他妈你不要下，我一棍打成你！你拉动实力吗？对吧？你对社会很有贡献吗？你才拿到拉动实力吗？对不对？列出来，你对社会什么贡献？这么多年，你肖家峰列出来，我不是讲别个拉动实力，我也不是讲别个拉动，我就讲你肖家峰。你列出来清单，你为社会贡献过什么？你从社会中窃取这么多的钱财，
你为你回馈社会什么？你跟我讲。所有的网民万多个人都想知道，你萧家峰为了这个社会贡献过什么？你只要讲得出，懂吗？你一样的讲不出，你只会榨取在社会榨取钱财，你榨取了钱财，你没有贡献，懂吗？你还大大声，我这个拿动要不要做不要紧了，我不稀罕了，收回去了，你可以跟彭州书长讲，懂吗？我得罪你萧家峰，收回我拿动，我无所谓了，懂吗？因为我不是靠这个拉动赚吃的，你就屌，你给彭州收回去，你这个拉动实力，你没有这个行头，你什么领都不是，我跟你讲，懂吗？我不是靠这个东西赚吃的嘛，你才是的嘛，你要这个行头赚吃的嘛，我不需要，懂吗？我冷死人，要冷你。给台阶你下，你不要下，你还来？不要讲社团了，讲什么社团？你这样爽，这样不爽我吗？下来，这样不爽我，你来寻仇了。来，车扒住，我们在马路中间打，谁赢谁输都不要紧了，无所谓啊。我给你炖三千，我就炖到你两千了吗？对吧？我打输你啊，你年轻啊，我老啊，我打你打了我三千，我也是打到你两千嘛。讲多的么？没在网上喊高利呢？你乱跑啊？什么双直播？见面啊？双直播什么？还是要报警啊才打？警察是要吗？我找 IO 给你，先报警先才打。老虎不发威，他妈的当是兵毛。以为我去中国了哦？不给上 Facebook 哦？昨晚上跳出来哦？哇，大大声便讲哦，什么禽兽粉？我的粉丝得罪你啊？啊？这么你得罪我全部粉丝？这么你叫我粉丝全部是禽兽粉？你知道你叫禽兽粉？你知道多少个人吗？五十多万人的话，我一个主页一个 pass 加起来是五十多万人的话，五十八万人的话，差不多六十万的话，你叫这六十万人禽兽粉啊？你知道你得罪什么人吗？你得罪了六十万人的话，你不是得罪我沙利果果一个人吗？这么这样多人屌你，因为你讲话没有经大脑，懂吗？你讲话没经大脑了吗？拉肚斯利，要挑战社团了、啊，不用挑战社团，你挑战我沙利果果就对了。来啦，我给机会你挑战我，网络你不够我来，现实来，万百万来，在马路中间打，我都讲了吗？你打到我沙利，我就打到你两千吗？给台阶你下，你下，好吗？五百零九万，你妈的五十千零九百你都没有，还五百零九万？什么拿五百零九万去第十楼？你妈的，你拉杜斯利高我两级，我在讲过，我是个小小 DIMB 吧？你是拉杜斯利，你高我两级，那么你就拿出一千五百万来，放在网给网民看，好吧？证明你是高我两级，高我两级你很有钱的吗？拿出来。你拿得出一千五百万，我就拿出五百万给你看，对吧？要不然我继续烧金子给你，烧你衰为止，好吧？哪一个社团的法令跟他讲，哎，他的社团不可以，他的社员不可以烧金子，谁定了？啊？你萧家峰定啊？啊？我可以叫我马仔天天烧金子给你啊，这是我定的。你的社团不可以烧金子啊，我们的社团可以烧金子哦，满街烧都可以的，七月半天天烧可以。六名先的哦，还有 K 罪，新加坡 K 罪，你不要扮老大了嘛，你不要跟我讲你坐牢坐第九了嘛，你妈的，你八十年代九十年代你是抽白粉进去的嘛，我摸你的底了嘛 ，K 罪，你是抽白粉所以才去坐牢的嘛，你不是为了打架不要罪去坐牢的嘛，啊，你不要勉在新加坡扮老大了嘛，你的底啊我摸得一清二楚，我给你你下嘛，你不要下嘛。你要玩到家破人亡啊！我就再送你一记呢 ，K 君。好 ，A D A D 我不要讲，四八六我不要讲，神宝我不要讲，我就讲你 A， 就讲你这个 K 君。你为了什么坐牢？你跟网民讲你为了什么坐牢？你什么大哥？啊？你是抽白粉进去了吗？你抽了九次白粉，给新加坡警方扣留你多次，坐牢多次。啊？你有今天谁给你啊？是一个老女人给你的吗 ？K 君，你在新加坡吃软饭的吗？一个老女人养你吗？一个富婆养你了吗？给车你驾，给屋子你住，
对吧？一个老女人养你，然后你拿钱去养一个小女人，我讲的对吗？新加坡很多朋友在那边，我讲的对不对？你可以是一个老女人拿钱供养你，你吃软饭，好吧？然后你再把那个钱拿去供养一个小女人，让她去读书，好吧？读书啊，考到律师学位啊，这个女人离开你，所以你心里不甘，好吧？你想做网卖啊，一开始是你想做网卖，你做不到，所以你来攻击我沙利哥哥。可以注意，新加坡不大罢了，要查你的底很简单的，好吧？不要再扮大哥了，你不是什么大哥，好吗？什么三八，你就给你老大捆三八从给浪踢出来，好吧？你的资料我早就有了，啊，给浪气象，可以注意，你在给浪气象，对吗？你给你的老大捆两巴掌踢出来，然后你就跟别个老大，你抵过梁就抵过桌了呢，对吗？我已经去给浪气象摸你的底了。前天我出新加坡，要不然我哪有这么多新加坡钱？我出新加坡去摸你的底了。你再给浪气象，你给你的老大捅两巴，踢出去，然后你就跟别个老大，对吧？你根本不是什么新加坡老大，你是坐牢，你是因为抽白粉坐牢，你是抽，你是吸毒者，你吸毒很多次，坐五个月，坐八个月，坐一年半，你坐了很多次牢，所以你出来你纹身纹到一大堆，你讲你是老大，什么老大？吸毒老大。我本来就不要拉你的底了，他妈的，你越讲越爽。你是一个老女人养的，你是吃软饭的，可以注意，对吧？然后你把那个吃软饭钱去供养一个小女人，对吧？一个老女人养你，你拿钱去养一个小女人，那小女人翅膀硬了，做好律师飞掉你，所以你不爽，对吧？你就半心脏病进医院等那个女人来看你，小女人来看你，对吧？可是小女人没有上当，没有来，对吧？你是不同情，哇！你的底我摸到完了，我去一天了嘛。我前天去新加坡，我去给浪气象摸你的底，摸得干干净净。所以不要在网上扮老大了，不要什么四舍五度了，你就是百分宅了。以前讲多多的嘛。好，言归正传，这只是插曲吧。肖家峰，如果你真的不爽哦，来，来过来找我，我们打one by one。现在很流网络很流行万百万了，来，不要讲多，我打输你不要紧，我都讲了，你猫到我三粒，我也是打到你两粒了，懂吗？拉肚给拉肚吃力打不丢脸，拉肚吃力给拉肚打就丢脸了，懂吗？一个拉肚给一个拉肚吃力打不丢脸了，因为他高我两句，不过你拉肚吃力是给拉肚打到啊，你就丢脸了，懂吗？你要烂啊，我比你更烂哦。我是吃饱卖包哦，对吧？玩网络只是我兴趣罢了。玩网络，各位听清楚啊！玩网络，我是娱乐网民嘛，对吧？网民需要什么，我们就给什么，对吧？我每一个一张帖放上去啊，所有的网民哦，留言我都有去看，我都有按赞，对吧？不管你骂我也好，你赞我也好，我都会按个赞给你，证明我有看你的留言。在网络啊，想要纵横不是这样简单的嘛，不是你在网上屌一下人。吹一下水，车一下大炮，调侃一下人，你就会红起来了，你就变成网络里面，你是一个很有影响力的人了。你做梦是吗？你是不是做梦？我刘董这六年走来一路艰辛了，这么容易啊？想在网络有占有一席之地，这么容易啊？我讲了啊，想做网络要过这样容易啊？我付出了多少，对吧？我付出了多少给网民？我付出了多少给社会？我才有今天呢？在网络占有一席之地。你肖家峰喜欢来踩一下我，你想在网络里面做一个、啊、网络蓝天啊，网络蓝天，想称霸网络啊，轮到你吗？拿牌子都轮不到你啊！我跟你讲，什么叫团队？我没有团队了，我就一个人，懂吗？不是那种屌你的人就是我团队，那种不喜欢你的人屌你的人就是我叫来的啊！你知道几多人屌你吗？网络蓝天。我就是一个人了，我天天一个人，你要吃我也可以一个人嘛，我天天一个人了，还 send messenger 给我的二姐啊，啊，屌你妈鸡巴，你要肖家峰，你这个小人来的嘛，我电话你不敢打，啊，还 send messenger 给我二姐，妈的你要啊，我本来不想抱你啊，你妈的鸡巴你要，干你老婆肖家峰。你妈的鸡巴，专做那种阴险小的事情，先米先真的给我二姐了，啊，恐吓我二姐了，干你老母呀！
你不要讲没有啊，前天晚上你先给我讲，要你妈鸡白了啊！玩网络玩到他妈鸡，我电话你不会打，01670320你不会打，你这么先没先先给我讲，你个小人他妈的，正宗小人来了，你他妈的你要、啊，不屌你也不可以啊！我今天真是屌你肖家峰，开人名啊，怎样？你不爽啊？坐你来啊！不记得我打电话给老婆，打电话给你女儿，你妈的你要啊！要你妈鸡掰你啊！要中啊，来啦！你妈鸡掰门开就等你来啊！玩网络玩到你妈的鸡蛋啊！打电话给我身边女人，妈的波兰帕，干你老母！发信息去啊，滚啊啦！妈的你啊，你这个小人！我电话是公开的嘛，谁都可以打给我的嘛，你不敢打？我是没有你几年命罢了，我是笑游人间的各位网友，我是活不了几年的。我坦白跟你们讲，我是活不了几年。我是笑看人间，懂吗？过一天黑啊，每天早上起来我就讲黑啊，我还在，懂吗？我没有怕过冷的，懂吗？我们吃几多穿几多靠自己，命就靠天了。我们只知道我们大限差不多了，所以我在网络尽量玩，懂吗？你们的命还长，懂吗？不要玩。我再重申一次啊，你妈的鸡蛋啊，肖家峰，我不是卖地产的嘛，我也没有开课教人家怎样去卖投资地产的嘛，我没有卖梦给人家的嘛，我是卖豆花的嘛，我卖红泥土的嘛，我卖豆花跟红泥土，我卖豆花跟红泥土，红泥土会听吗？我是江湖卖药佬的嘛，我从来没有卖过一间地产，一间屋子一个地的嘛，所以我的生意哦根本不影响到你的，你的生意也不影响到我的。你跟我是完全没有拉杆的人来的嘛，完全没有拉杆的嘛，完全都没有关系的人来的嘛，怎么你在网络里面一直要踩我呢？你踩我踩得很爽是吧？啊，你电话不敢打给我，你打给我女人啊，你放没信息给我女人听啊，啊，你妈的你要、啊、你去卖你的梦，没有人阻止你卖梦了，懂吗？你卖梦，有人要买梦，你去卖，没有人阻止你，没有人讲出来你了，懂吗？你不要一直讲在网上称霸，懂吗？招鸡班，狐朋狗党，啊！两年前开始你就攻击我了，你还不承认懂吗？你两年前就常做会议啊，召集所有吹嘘上来攻击我，你还不承认吗？我忍你忍住两年了，你不承认哦？你为了攻击我，你可以召集一大堆吹水站的版主啊、管理员来攻击我吗？我都奇怪为什么你要攻击我啊？我都没得罪你吗？我也不认识你啊！你肖家峰到现在我没看过，你还记得吗？你要请我吃饭嚼轮鸟，你要下来鼓来找我嚼轮鸟，要请我吃饭什么颁奖给我，我很婉转的拒绝你了，我都不想见你了，我不想跟你有任何瓜葛了。今天我再重复啊，我不想跟你肖家峰有任何瓜葛的。你走你的阳关道，我走我独木桥，懂吗？如果你要玩现实，你就来，懂吗？刘董在古来等你，懂不懂？不要围殴了嘛，来到啊，手表脱下来，万百万打。我在社团没有利润，我在我的社团没有利润，我是个小马仔罢了，我是贡献者罢了。不过要吃你肖家峰很简单的，懂不懂？什么社团都不用穿，什么枝头什么社团门放旁边，来，我们万百万打，敢吗？不敢以后静静不要出声，懂不懂？40多岁怕打输给个50多岁啊，
啊，我没有压你，不要再来压我了，你再压我就找你了，我跟你讲。本来我都不要开播屌你了，我不想开播屌你了，你先别先借给我二姐了，哦，讲七讲八了，所以我才今天开播屌你了。我们男人的事你先给女人搞你的，啊，你是女人吗？你穿裙啊，你有背背啊，张家峰，你先别先借给我二姐搞你了，你恐吓他的吗？丢你啊，信你啊，你妈的鸡蛋糕你啊，那都吃你不给屌啊？我就屌你张家峰啊，怎样？不要在网上喊了，喊了两年很累啊！你不爽我直接来找我，要时间地点，手表脱掉啊！我们打一场，所有的网民都知道我是谁，刘董是怎样来的，懂吗？刘董这一路走来怎样来的，懂吗？所有人也懂你萧家峰这两年上网搞神搞鬼。所有网民都懂，对吧？你要听的赞美，你不可以听批评啊！我刘董天天给他屌啊，我不笑笑，对吧？我刘董上网时常给他屌啊 ，KJ 屌啊 ，ADAD 屌啊，四八六屌啊，神导屌啊，我不笑笑，对吧？我们要听的赞美，就要顶着给人家批评，懂吗？你萧家峰，只要人家赞美你，不可以批评你，啊？批评你是什么误会吗？下面去给人家，啊？有什么误会吗？然后讲的是禽兽粉，我不同，懂吗？人家要批评我，尽量批评啊！难道我就回啊？每一条留言我就回啊？你这么干我、啊，我们干的人就等着给他干，这是事实来吗？你要赞美吗？我喜欢，我也是每一个人都需要人家赞美的，可是你要顶着人家批评，懂吗？你上网你要听赞美，然后你不要听批评。我给人家批评了多少年？我六年。六年一路走来，2013年到2019年，我的批评好像潮水这样，啊，一浪接一浪批评我，然后我去打了，我去骂了，啊，批评很简单了吗？你要赞美就有批评吗？你萧家峰不同，你只要提供美丽的谎言，人家赞美你，对吧？人家批评你，你也有误会吗？啊，然后恐吓人家，妈的你要、啊，你真以为你拉肚十点八倍啊？我再讲多一次，列出你对社会的贡献，哪一条你为社会贡献了？如果没有静静，你要不要出声？懂吗？你走你阳光道，我走我独木桥。我不敢跟人家比有钱了、啊，比我有钱了、啊，有钱人大把，我连条毛都不是、啊。可是跟你萧家峰比，绰绰有余。这句话我刘总讲了、啊，我不敢跟有钱佬比，我跟老有钱佬比啊，连毛都比不到。脚毛都不当，当不到好人。可是跟你萧家峰比，我绰绰有余。这句话是我讲的，对吧？因为我知道你的底。我想听赞美，可是我接受批评，对吧？你们可以干我的，无所谓了，啊！你们不喜欢我可以干我无所谓。我都给他干了这么多年在网上，我都习惯了。所以我讲什么金钟罩铁布衫，我有修炼的嘛。我有修炼金钟罩铁布衫，懂不懂？你要怎样干我都可以，对吧？什么现实？如果要玩现实，啊？如果要玩现实，哼，对吧？网络认真就是输，这句话我讲很多次了。我们要干人家，要顶着顶人家干，没有理由你天天干人家，人家不会干你，对吧？各位网友，我讲的对吗？你没有先面色给我二姐，我不屌你了，今天，懂吗？你就先面色给我二姐，我就屌你，懂不懂？叫我查你老婆是谁哟、哦，我查你孩子是谁哟、哦，然后我先面色给他，去恐吓他对吧？妈的你要、啊、吗？男人抓女人样，你妈的你要、啊？身为一个拉肚子的，你妈的，你 IQ 零蛋，懂吗？你的 IQ 零蛋，你听吗？你听吗？萧家峰，你的 IQ 跟 EQ 是零蛋来的，懂不懂？社会人渣，你这种。我刘董讲你萧家峰是社会人渣，懂吗？你利用我一个又一个，懂吗？你利用我多少人啊？你利用我多少人在网络攻击我啊？利用给你利用的人全部不得善终啊！
懂吗？全部给你弄到家破人亡，不是我弄到家破人亡，是你害到他们了，懂不懂？你害到很多人家破人亡，我刘董是帮助别人的，懂吗？你是拉人家下水的那个，不要跟我讲你是圣人，懂吗？你不要跟我讲你自己是君子哦，你如果你是君子啊，哼，这个世界上就没有小人了，懂吗？如果你萧家峰是君子，这个社会上没有小人了，懂吗？以为我在中国啊 ，Facebook 不可以上啊，不会开播屌你啊 ，Facebook 在中国开不了直播啊，昨晚上哇，快快跳出来啊，啊！刘董还在古来的吗？放个烟雾弹给你们了，我放个烟雾弹给你，看你要做什么。你个老千，我就讲你是老千了，怎样？不爽啊？恕我喽？历史系恕我吗？请历史恕我，请英国大历史来恕我。妈的你啊！男人的事情不要拉女人下水，懂吗？你还提起阔宇的吗？阔宇欠你啊！啊，我跟你吵架，你讲我们好吗？你这么讲阔宇，关阔宇什么事？你这么拉女人下水？啊！你妈，你翻婆之言的吗？你翻婆嘴的吗？什么理你都敢讲的吗？你讲话说话，你没有经大脑的吗？这么拉阔宇下水，关阔宇什么事？我跟你吵架这么拉阔宇，我跟你吵架为什么你去美先生给我二姐？啊！你投错胎了的话，你应该做女人的话，萧家峰，你应该当女人，不应该当男人。你的性格去当女人，喋喋不休。他妈，你这个小人！各位网友，我讲的对吗？讲的对，加一。今天我直播有正能量吗？有吗？开播，开播，还搞你呢！下一股来了，开播。丢你啊，兄弟！双直播，我都跟你讲了，你跟我双直播，扩你不够啊，不够扩你的嘛，吸收不通。屌你啊，屌你！萧家峰有万多人看了、啊，呀妈，你讲一下，你知道你的黑眼症吗？你知道你萧家峰黑眼症吗？你给多少人讨厌你的嘛？在 Facebook， 要不然不会有一万多个人，大概有13万人观看我干你萧家峰啊，懂吗？你干我刘董看有13万人看吗？然后你要看下面留言有多少个人干你，懂不懂？当你骂一个人的时候，有没有人反驳你？你要看留言懂吗？你干我刘董的时候，你要看下留言，你看下留言有多少个人是干你，不是干我刘董吗？懂吗？我这边不多了，现在有一万个人里面下面留言的全部都是屌你萧家峰的，懂吗？你盲眼啊，你看不到啊。人数多过你，你讲人家欺负你，对吧？要不然你讲人家买了，哦，刘董买了，刘董买人数，我需要买人数吗？我需要吗？我需要买人数，我不用做马来西亚压过了，网络压过，不是黑社会压过，网络压过。你萧家峰想拔我头啊？这一世你都没有机会，好吧？因为怎么呢？你改掉你性格先，你的性格就是小人奸诈。奸诈小人，懂吗？你开直播28分钟，你不要从3000人掉到2000人，懂吗？还掉到1000人，掉到500人，懂吗？你就买人数了。我开直播1个小时啊，我的人数还打保持在10000多了，懂不懂？我的人数还保持10000多了，这不是买人数啊，这是很有10000多个人赌你萧家峰，懂不懂？我刘董在 Facebook 是万人迷，你在 Facebook 是万人差，各位我讲的对吗？刘董在 Facebook 6年走来变成万人迷，你萧家峰玩网络玩2年，你变成万人差，我讲的对不对？对，加一。一
个万人迷跟一个万人差，为什么会这样？会有这种结果？啊？人家是期待看我直播，人家是看到你直播都讨厌，懂吗？所以你变成万人差，我是万人迷，永远比不了。下水。看到吗？几多人加一来屌你，每一个人加一啊！萧家峰是不是万人差？是不是网络万人差？如果是的话，加一各位。连签一次，一排汉堡，一排爱心，我没有，我要加一，是不是？萧家峰是不是万人差？网络万人差，以后你改名，你叫万人差，这句话是我讲的。从现在起，网络就流行你萧家峰叫万人差，刘董叫万人迷。对的话，加一。我有点像那个连千玉啊，连千玉是一排汉堡，一排爱情，我没有，加一就可以了。改你们改看他直播，你就直接屌了万人差，这个名字是我赐给你的，懂吧？皇室赐你拉杜斯利，我赐你万人差。刘董赐封你为万人差 ，Facebook 万人差，网络万人差，这是刘董赐你的。从今以后，你的名字改掉了，你不叫 DS， 你叫万人差。从现在起，这句话在网络里面流行起来，你萧家峰叫万人差。谁赐封给你？刘董赐封给你，赐你个行头叫万人唱。记住啊，从现在起你的名字改了，你不叫 DSL 了，你叫万人唱，所有人看到你就叫你万人唱，你的新封赐的名号叫万人唱。不要挑战我590万，拿出1500万出来我给你唱。萧家峰，你拿出1500万，你挑战我拿出590万吗？对吧？我先挑战你，讲小孩子笑，小孩子玩马上梁，小孩子玩泥沙，你拿出1500万来，我叫万人唱，你叫万人迷，好不好？你萧家峰看到我1500万，你捐150万，你看我1500万，你捐150万，你看我1300万，你捐9万，对吗？我刘董变成万人唱，你变成万人迷，要不然你天天给人家唱，你没有本事你进进，你不舍得你进进，对吗？敢看刘董1300万，你捐9万，看刘董1500万，你又捐15万，你看刘董1300万，你捐9000。你变万人迷，我输，我变成万人差。如果你做不到，你永远给人家差。在网络，你上网一天，人家就差你一天，对吧？天天差，你叫万人差，对吧？对社会没有贡献的万人差，你给我屌，你最少摔5年了，懂吗？刘董怪你了，懂吗？几千人我叫关播。人数对了，对吧？在大米买到8000多人了，要关要关播。记住啊，改天看到刘董做善事，捐3万，你萧家峰大我2斤，马上就捐9万。你看刘董捐5000，你捐15000；看刘董捐5万，你捐15万。我给人家差，你是万人迷。如果你做不到，你上网就给人家差你，对吧？你不要看人家做好事，对吧？你就眼红，懂不懂？每次看我一捐钱去救灾，他妈你就后悔差我。懂吗？你做不到，你上网就报上网，你上网一次，人家差你一次，你个陀衰家，就这样啊，各位网友，我要去赌博，我要去赌博，就这样啊，祝各位身体快乐，懂吧？刘董这个波不行，留住，句句插心脏，可以注意，记住，白文仔变变大哥，给让气象的人跟我讲了。你 KJ 以前80年代90年代出白粉了，给警察抓去关很久，
关了几次，你出来变大哥，在监牢里面纹纹身，出来每天四十五度，你是个吃软饭的，老女人养你，老你拿钱养个小女人，小女人背叛你，你半心脏病，现实报你，你们两个做兄弟，啊？刘董没靠女人吃饭了，刘董养女人了，好吗？我养很多表妹，那你们等表姐来养的，所以我们的 cup 手不一样。OK， 记住，不要一直叫我上直播，不爽我就来过来找我，一好时间地点，懂吗？我们在马路中间打，我再重复一次，我五十三岁了，我给你打三粒，我起码中到你两粒，就这样简单。OK， 祝各位身体快乐，各位看了笑笑就好，对吧？不要生气，他虽然讲你们是禽兽粉。你们也不要生气，看他上网就唱啊 ，OK， 拜拜。